主料，皮蛋两个，瘦肉180克，大米100克，辅料，芹菜一根，香菇8朵，大蒜两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香菇泡开切碎，芹菜洗净切断，皮蛋去皮切碎，肉切丝，加盐、鸡精、醋、料酒、胡椒粉、淀粉抓匀，大蒜拍碎，锅热油，加香瓜、大蒜炒香，倒入肉丝炒至变色，大米淘过，倒入高压锅，加入炒好的肉丝，加适量水煮熟，把芹菜加入煮好的粥，加盐、鸡精调味即可。肉丝里装了盐，所以粥里的盐少放点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